们现在要离开 Icon 项目，去 Chinatown 吃喝一碗鱼汤，在网上人家推荐，蛮出名的，看起来好吃，因为不用吃饭，就只是喝鱼汤和鱼肉，就在 Chinatown 的祥记。所以我们现在临走之前来 supermarket 买一点酒，一点吧了，就是一点酒，然后我们会搭 grab car， 搭 grab car 去 Chinatown。 我 show 大家，我示范给大家看，在 Icon 巷的搭 grab car 的地方，在 gate 4。大家来 Icon 巷，如果要叫 Grab Car 的话，记得来 Gate 4 四号门 Gate 4，不要走错地方。这里是专门给 Grab Car 或者是德士 ，so 你 key in Grab Car 的时候，记得 key in Grab Car 啊，不是，你记得 key in Grab Gate 4 Icon 巷的 Gate 4。
Grab Car 在这里等，刚刚那个保安他告诉我们记得来 Gate 4， 不然的话那个德士那个 Grab Car 他不会来站，因为 Icon Siam 团团转地方太大了。 Gate 4 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在 Icon Lux 那边进去就是 Hermes 了。认着这个地方 Gate 4， 你问那些保安员他们都知道，他们会 direct 你到这个方向。我们的是 Toyota Vios 9181车，还有三分钟到。我们现在去 Chinatown 吃鱼汤，因为他要吃鱼汤。他Gate 4，喜欢影片的话请按个 like， 或者你们可以 subscribe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拜拜，等下吃鱼汤见。